好了，又来了，啊，情绪怎么有点低落？好的，好的啊，这是大家要支持我的乐队啊，不是我的啊，是他的，是我的啊，是，我们在微博、美拍、YouTube 啊都有啊，然后我现在，网易音乐都可以下载我们的歌啊，好，大家看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我的声音这么粗呢？啊，等一会儿再解释啊。哦 ，logo 来了 ，logo 来了啊，就这个 logo 啊，这个脏不拉几的 logo。好的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啊啊，现在突然换了个场景啊，换到这是什么地方？哎。啊，这个是啊，这个人我认识，这个是日本人。哎，你看，指我，指我，哎，他要 fuck 我啊，不是 fuck 啊，他伸的是食指，还好，快滚，滚，给我滚，滚、啊！他又来了，你看，什么？他们在讨论什么日本什么？他说啊，新干线。哎，我为什么听得懂日语呢？啊，这耻辱，耻辱啊！刚刚是哎，有提示板，提示板，这个什么意思？他在后面套什么东西啊？套金箍棒吗？哎呦，吓我一跳，我还真以为是个金箍棒。哇靠，是个发卡啊！这日本人蛮骚的啊，骚货，啊。好的，他说在我上火车之前，我要先去坐飞机啊，不，我要先去吃馄饨，你看啊，这是一个馄饨店啊，大家很熟悉啊，你看一般就是有一个收银员啊，有，然后有一个帮你倒可乐的啊，然后这个记起来像虾黄石，这么小的虾也敢叫黄，哎呀，你看你看啊，来了一个小龙虾啊，这又没什么关系，啊，就是虾和蛋啊，这个馄饨看起来是肯定不会好吃的啊，这种店大家懂的，哎呀，又来了。看工作人员正在辛苦的把这个蟑螂撩出来，然后给你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，对吧？很健康，很健康。老外好像对葱什么比较感兴趣啊，香菜也没有看见过。哎呦，服务员逃掉了！哎呀，帅哥，你实在太帅了，我受不了了！然后他就逃掉了。我突然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对，我突然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好的，我已经解决了这个很严重的问题。好的，等会再跟他们说是为什么。好的，他说。啊，他说谢谢啊，前面是什么呢？他说啊，要等十分钟，但是这个馄饨冷了就不好吃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馄饨是不能外卖的，对不对？馄饨会胀开，胀开就粘在一起，然后一点味道也没有，对吧？然后他们又说是我们中国食物不好，哎，日本人说哎，没有给我买吗？啊，没有给我买吗？啊，那日本人都是 AA 制，算得很清楚，不给你买，你自己买，不请你吃。好的，那他们现在讨论这个巴拉莱卡，巴拉莱卡莱卡，对，巴拉莱卡。他们说他们的吉他手，对，吉他手没有来，说今天，所以吉他手今天生病了，生病发烧感冒，发烧感冒就不来演出了吗？这个太过分了，对吗？舞台就是战场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乐队怎么搞呢？好的，现在他们从二楼下来了，对吧？我们中国的火车站长得都一样的，二楼下来，这一楼就是这个大家要搏斗的地方，对吧？要拼命挤进去，啊，火车站。火车站一向就是，我印象当中最混乱的地方，人流攒动，对吧？脏乱差，它现在还可以，对吧？现在动车，现在上海的车站还可以，对吧？啊 ，please 哈里 ，please 哈里，它就要快一点，就是哈里 up， 哈里 up， chocolate door， 你看，哎呦，这个垃圾效果又来了啊，很鄙视。好的，然后听到广播喇叭里面叫他们了，好，呦。就是他，第三个人物出现了，格里拉古斯，这是他们鼓手啊 ，sorry， 对他吼什么吼？你看这个，你看他这个脸对吧？等会我们又会看到他对吧？八字眉，三角眼对吧？一看就倒眉毛对吧？一看就不是好人。他说，他说他像个鸡，然后日本人还挺开心的，我是一只鸡对吧？他说我演完了以后我要去喝一杯啤酒，为什么要演完了以后去喝呢？演之前也可以喝嘛。这个什么？手上拿了一个什么尿样检测吗？啊，他说他要去完成这个尿样啊，不，完成这个比赛啊。然后你看，大家都在找自己的车厢。然后这个小姑娘还蛮辛苦的，还要拿着自拍杆。我觉得你这个自拍杆早晚有一天要撞碎的。你看，这个大姐，这个大哥大姐说，这个老外的头发，这个老外的头发怎么长成这个颜色？对不对？是不是生下来就这样的？新干线又来，他们在讨论我们的火车。我们这个不叫火车，也不是动车，这个叫和谐号，懂吗？这个车头上写了三个中文字，和谐号，对吧？和谐，懂吗？就是要 peaceful, love and peace, 知道吗？好，现在到车上了，两个日本人终于出现了，无组织无纪律。好，然后他说，这个现在他们正要去杭州的路上。他就非常兴奋，他们还看不出来有什么。你看里面那个日本人一点也没有。这一杯尿液对吧？好，他现在开始展示一下他这一身对吧？盗版名牌对吧？万能的淘宝耶！对，就这样。
啊，他们已经到了杭州了，这一瞬间的时间，对吧？已经到了杭州了，杭州的大街上面，两个日本人充满了好奇心，太他妈惨了，杭州都没去过，哎呀。好的，现在他要给你们展示一下杭州的麦当劳，你看是不是很格局，对吧？这个麦当劳这好像一个老洋房，都是骗你们的。这什么老洋房？这肯定是新造的垃圾工程。哎，好的，现在终于回来了。好，我的工作也快接近了尾声。这个大家看整个视频看到现在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觉得很无聊？这个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一个 beginner 就是初学者，对吧？我是一个新手，对吧？如果大家觉得像个大便一样，对，一定要让我知道。你要告诉我，你的视频像大便一样，对，我就知道要下次要怎么做了。好的，下次做一个更大便的，对，然后大家可以看看这两个网址，看看我们的视频和音乐什么的。好，对，因为没有这个就算了，因为现在已经开始配音了嘛，对不对？是我的工作量是最大的。好的，哦，logo来了啊，好，这收工吃饭。